刘家昌同前妻恩真，仲有仔仔刘子谦，近日就争产之事互相指责。林青霞当年在台湾拍过不少刘家昌执导的电影，后来都同恩真私下成为好朋友。在林青霞的著作入面，话有一次在机场见到刘家昌两手空空咁上咗巴士，恩真就拎住大袋细袋跟在刘家昌后面。林青霞当下就怪刘家昌点可以等恩真呢个电影巨星去拎嘢。林青霞仲喺书入面话有一次同刘家昌恩真一齐食饭，食虾嗰阵恩真总系会先将虾头咬咗，虾壳剥咗，摆喺细碗入面交俾刘导演，刘导演都食得理所当然。